不是温度也受不了吗？你不用模具吗？这个有模具，我没用，我这里没有，所以我没用模具。6S LCD to remove the polarizer film。这温度不要紧吗？只要你控制好就没事。就是你在铲了下刀的时候，这里要注意一下，这个不要碰到它。对啊，你要是。Will you stop? You never touch the end of the flex cable. 一般是。Clean the glue and the polarizer film for 6S.像这上面的话，只要往外面挤，它都可以挤出去的。嗯，只要在下面没有就行了，因为上面滚轮滚的时候没滚上去，太上去了，等一下把 IC 给。We are using the roller. You never touch the flex cable or so. It's better.Checking the touch is working or not.我试一下这个好不好撕。背光要换吗？对，我试一下它好不好撕。要是好撕的话，我直接给它换了算了，先换上去。要换吗？这个？等一下再换，给它贴好了再换算了。那要安全一点，贴的盖盖那样。